7月19日消息，2024雷军年度演讲将于今日19:00举行，届时小米 Mix Flip 折叠屏手机将正式发布。这款新机现已在京东平台开启盲售，内存最低配置版本，颜色白色，价格为7999元，仅限手机端参与，想优先发货。附规则说明如下：小米 Mix Flip 内存最低配置版本，颜色白色，盲售开始时间2024年7月19日0点。用户购买小米 Mix Flip 盲售版，有机会获赠小米精美礼品。小米精美礼品以2024年7月19日小米发布会发布的小米 Mix Flip 附赠礼品为准，即祖马龙限定新香蓝风铃香水30毫升。部分订单手机与赠品所在仓库不同，可能会有分开发货的情况。小米 Mix Flip 盲售版下单时支付的7999元西域付款，实际成交价格以2024年7月19日小米发布会发布的小米 Mix Flip 内存最低配置版本的建议零售价为准。如小米发布会发布的小米 MLX Flip 内存最低配置版本的建议零售价低于7999元的，下单了小米 Mix Flip 盲售版的用户需要在发布会后联系京东客服退还差价，发布会后15天内可申请。2024年7月19日到2024年8月2日，预计发货时间以小米官方发布会后页面公布的时间为准，限量100台，数量有限，售完即止。根据此前预热，该机外屏尺寸4.01英寸，分辨率 1.5K， 支持1600nit全局亮度，采用等身四驱设计，配备小米龙晶玻璃，配备独立听筒加麦克风，支持灵动分区、全屏拍照等功能。外屏配备全尺寸键盘，支持9键、26键、手写、五笔、语音输入。此外，该机搭载第三代骁龙八移动平台，徕卡光学 Sumilux 大光圈镜头，内置4780毫安小米金砂浆电池。